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紫色水离子。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一场剑圣第一视角。然后为什么给大家选择做剑圣？因为剑圣在新版本中也算是离子比较推荐大家的一个上分英雄。首先，这英雄操作难度并不是很大。还有剑圣原来最被人诟病的地方，哎，这边蚂蚁先来抢符，一会儿再说。然后这种就是谁也没控制，剑圣、蚂蚁两个都没控制，谁手快谁先拿。这边，哎呦，这边剑圣手速很快啊。年轻人手速就是快，然后剑圣这英雄，这版本为什么推荐大家说上分英雄？原来剑圣最被人强调是他的打架能力，但是打到后期这英雄经常会隐形，然后大家都觉得这英雄不厉害。但是这版本剑圣的天赋导致了他20点敏捷、8点全属性、2点攻击速度，这些都是给他了一定后期的资本。总体来说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天赋，不是特别强，但是也是算是勉强增强了他的后期能力，让他后期不至于再那么酱油。而且现在开发出大电锤剑圣，让后期剑圣刷钱什么都有质的飞跃。二级英雄前期优势比较强，所以说是就是打架能力比较强，然后经常能打出装备压制，所以说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强力的英雄。剑圣出门装是穷伟盾，然后加上芒果以及吃喝。剑圣是挺推荐大家带芒果的英雄，就是这英雄挺推荐大家带芒果，因为前期他的一个转，前期转是伤害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技能，反杀杀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用，所以说极度推荐大家带个芒果，关键时刻用一下，性价比很高。穷伟盾是剑圣比较搭配的装备，而且这版本支配对于剑圣来说是一个挺大增强的，无论是支配散尸怪还是支配网怪，都可以给剑圣提供一个控制，让剑圣可以比较舒服的混线，不就是抓人都是非常方便，也增强剑圣的单杀能力。然后这场比赛剑圣的使用操刀者是莫奈，也是老肥羊的莫奈。因为什么离子最近也是在考虑是不是打算做一些新人的视频，虽然这种新人视频因为大家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他，觉得他不强，然后虽然这种新人视频有可能会影响离子的点击，但是离子也觉得点击这种东西永远不如大家关注度重要，我觉得一定要做一个好的视频，所以说这场比赛选择了一场莫奈，也是李子认为中国目前来说最强几个 C 位之一，也是目前新生代中最强的 C 位。他的切入啊、打架意识啊、就是支援呀、而且打的并不毒瘤，不像 CTY 他们刚出道时期那种傻刷，就刷钱能力非常吓人，但是切入打架都是很一般。莫奈就掌握了良好的打架能力，然后切入都还不错，用一些法系的以及法系还有一些需要切入英雄打都是不错的，英雄池还挺深的，所以总体来说是一名前途比较让人期待的一名 C 位选手，也是离子打算给大家做一期，然后让大家知道一下莫奈。离子当年做 Miracle 的时候就是他还没有大红大紫，后来他大红大紫了，也是离子给大家做新人，那时候李子也是给大家第一次推荐了苏妹尔，然后大家最终他也成为牛逼的人物，但是也有李子看走眼的时候，这李子也不能无脑吹，因为李子当年觉得阿嬷的打架切入意识都是不错的，但是阿嬷最后表现让人失望，不太能融入团队。老爹现在需要一个能站出来说话的队伍，其实我觉得小巴一点观点很正确，他毕竟是经历过职业的人，他觉得一支队伍真正的精髓的东西并不是个人能力，而是团队交流。maybe 跟阿嬷两个人差的就差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所以说李子阿嬷方面是看走眼了，但是也不排除将来如果能遇到好的领袖，哎，这边直接接转，我操作反应不错，根据导弹轨迹直接接转转死，然后现在大罐子也是小兵是不能打断的，然后莫奈直接拖上大罐子比较的舒服。然后像剑圣这英雄出装方面一般还是优先走相位鞋的，因为他对于攻速的要求并不是特别强，前期剑圣是 C 位中对于移速追求是最高的一个英雄，我觉得他的移速是非常重要，无论追人砍追人转还是然后无敌斩方面都是比较需要移速的。剑圣在上一个就是最早有一个版本中更改了他属性，让他前期对砍谁都不虚，那个版本剑圣绝对的一哥，让经历了一段剑圣斧王二人转的辉煌时期，绝对的一哥，实力很强，现在虽然没过去那么辉煌，但是绝对也是一个上分利器。而且剑圣的英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？就是他比较百搭，能搭很多很多的阵容，可以说搭一切，什么阵容点个剑圣都不亏的，没有什么特别不是特别依赖队友，
自身开水能力也不错，只要你水平剑圣打得好，是肯定能上分的。李子这个是亲身经历告诉大家的，因为李子这一阵最近在玩女老婆的号，不能叫女朋友了，是老婆。哎，这边蚂蚁 C 貌似在 CD， 哎呀，这感觉要被耗一管血，但是杀还是有困难的。蚂蚁只要足够，我炸死了！什么鬼啊？身上没罐子之类的吗？啊，还真没罐子，炸死了，直接让我觉得有点惊呆。剑圣百大，而且最近我在玩我老婆号，我老婆前一阵让我打到了3100多分，然后这阵拿他的号拿打剑圣，天天打剑圣，守了一两夜剑圣，然后打上去了300-400分，然后非常非常好用这英雄，上分很强力，也是推荐大家一发，可以选择试试，很强的。而且不是他最大好处是不依赖队友，这是剑圣那一套，就是那时候的开出来的珍藏，好像是天爱石的珍藏吧，忘了是什么时期的箱子，反正就是不长时间。这一套剑圣能改变，就是改变暴击特效，刀是斜着砍的，刺客信条那套还挺帅的。剑圣好的武器相当多，无论是如果你土豪一点可以选择黑刀，如果你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，就是我感觉李子不是特别重土豪，然后我只需要好看即可，可以选择是执剑泰斗那把刀不错，然后剩下的还有好多刀子挺好看，樱花刀也不错，都是一些挺帅气的刀，还有小绿剑，甚至你感觉条件更一般，然后就是如果你觉得更一般，然后小就是就你条件更不好，小绿剑也是相当不错的，都有特效的，转的是绿色的，很漂亮的。所以说剑圣这个我个人感觉只要搭配一把好刀加上一个旗子，因为咱好多人都是从刀的一过来的嘛，刀的一的年代对于刀的一感情很深的，那时候剑圣是各大 RPG 的热宠，也是被称为奥特曼，神一样的男人，神一样的兽人应该说是，然后真男人。李子对于剑圣没那么喜爱，李子比较讨厌剑圣的说法，因为李子那时候玩的是 NE 精灵打春庸流弱，剑圣那时候打我爹是咣咣咣三刀，我操，让我心都碎了，心很痛，直接勾过来咬住我，但是好像不太好杀剑圣的，剑圣可以跑了，有香味鞋跑很快的。这边香味开起来，蓝猫来了就捐了，哎，直接被屠夫搞掉。其实他这波莫奈冲动了，没必要的，杀不了肯定杀不了屠夫的，有口拳你转也蓝，他刚有个芒果想转接斩，哎，这暂停游戏了，他想转接斩，但是也没能成功。哦，这个不能用这个快进，一会儿头像就不动了。前一阵大家是好多人说李子你为什么不开动态头像，李子表示开了，然后后来哎，怎么又暂停了？李子表示动态头像开了，为什么现在不显示了？然后现在李子明白了，就是你不能动这个录像，只要你快进快退，点快进键或快退键，然后头像就不动了。这应该是一个观战 bug， 希望威慑早日修复。bug 还是比较多的，威慑现在 bug 超多，前期10-5他们落后的。底下是李子的一个微信，然后最近微信公号啊什么菠菜啊都开始推荐，然后继续更新，因为毕竟工作了嘛，也是初期，然后大家很多人都开始上班上学了，上学还早呢，都上班了，也是祝大家在新的一周中，就是在新的一年中更加的事业顺心，多多挣钱，恭喜发财，好吧。然后最近也是马上就要赶上情人节了，李子的微店正式开了，有一些什么漂亮的都是给女生准备东西，因为毕竟情人节嘛，情人节的时候，哎，这边被屠夫反哺，屠夫好厉害，但感觉无敌斩应该能杀的，砍一刀无敌斩直接斩上来直接秒掉，剑圣前期单杀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。然后最近也有上架了很多新鲜的项链啊，还有钱包啊，以及女士的手包啊，大包啊，包包啊，各种包包，然后还有手表啊，情侣表啊都有，然后 DW 一些表都是很年轻时尚，适合一些年轻妹子，还有围巾，最重要还是围巾，冬天了嘛，最后一波围巾了，要抓紧了，为了给你女朋友带来一个迟到的温暖的冬天，然后围巾也是快到了。这边猴子过来杀小鱼打掉，但冰龙也是弹死一个，猴子完成一波双杀，但是冰龙也收掉这边小强。剑圣这版本出装方面加点方面肯定是主传毋庸置疑，他一般都是一般离子习惯就是主传，然后哎，这怎么这场比赛流畅性好差，各种掉线。一般离子推荐主传，然后暴击跟那个加血棒对点，有大点大，一般都是这么打的。
哎呦，猴子表现很出色，一般都这么点，性价比是比较高的。然后出装方面，香味鞋加上香味鞋加穷鬼盾是性价比比较高的。这怎么老掉线？对面人都烦了。好了，就是出装方面就是香味鞋，然后香味鞋以后走一个天鹰，然后接支配，天鹰接支配能让剑圣的属性变得非常非常高，无论是对砍追人都完全不虚的，性价比很高，绝对是一套很合理的装备。而且这版本支配加属性，哎，这边蚂蚁这个位置有点跳的，直接追着砍，但剑圣没大的杀，肯定还是杀不了的。支配也要送了，也送了大魔棒。我他这场比赛属性撑得非常非常足，足到夸张了，可以说是。剑圣前期也是补刀为主，这英雄就是有大可以干一波，没大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以补刀为主。蓝猫这边配合蚂蚁杀掉了己方的 SF， 很悲剧 ，SF 再次被击杀。他时机这个天赋，李子推荐加那个什么性价比其实挺高，加150点生命值其实是可以的。如果你感觉你属性撑得很足的情况下，加150点生命值可以。如果你感觉你缺攻击也缺输出，直接接转飞机扔大能秒掉蚂蚁，但是阿莫直接一个大招斩过来，双杀不是怎么阿莫了，那个莫奈一波双杀，莫奈直接起飞，支配也好了。他前期可以说是你看他这时候撑的属性就可以看出来。天鹰加10点攻击力，3点力量，9点敏捷，3点智力，撑了9点敏捷，10点攻击力。然后你再来看一下他这个魔棒也有4点全属性，魔棒这版本其实性价比还挺高，一直都是一个神器。然后支配这边你看，然后加6点所有属性，就是他撑了15点敏捷，加上这个秋尾盾的6点敏捷，以及这个撑了20多点敏捷，非性价比非常高，很无论是对砍还是打架都是完全不虚的。剑圣不要傻刷，这版本狂战剑圣绝对是落伍的，切记这版本千万不要玩什么狂战剑圣，一点用没有。剑圣这英雄他毕竟不是幽鬼，我个人感觉现在低调出那种纯的没有输出装的刷钱装的只有一个英，就是只有那种后期是真硬的，比如说你像水人，他可以选择做一个没有什么输出装的，就是没有什么用的林肯，就是对他输出提升不大的林肯，还有幽鬼，对，这种都是增强他续航刷钱的，而剑圣这种英雄并不是，傻刷到后期没前途的，所以说这英雄一要积极参与打架。但是我跟你的说，打架是合理的打架，尽量打 TP 一些支援，但是自己刷钱节奏尽量不要缓，就是在尽量不干扰自己刷钱节奏的情况下打钱。因为那天听很，就是有朋友说，那李子我听你的积极打架，打到哪儿死到哪儿，打不过就崩了，那你这种是属于无脑干，这种就不行了。这种就是打得过能收割的团尽量去，就是可能你去了能改变这场团战结果，然后你再去，你不能说主动找对面打，因为你毕竟还是一个 C， 肯定是以刷钱为主，间接打架，并不是说完全就是我肩上不打钱不带线满街追着对面人干到人还行，干到人都不算特别好，别三四个人一块满街干人，这种我感觉我这两天打我媳妇号遇到很多这样的局，就是玩命干到半天发现，哎，最后妈人家装备怎么比我们好，人家一直在带线，你们一直在干，又最后发现干不过了，这就惊呆了。这边莫奈控下加血棒，飞机被勾，但蓝猫好没蓝了。这边剑圣无敌斩斩上去，秒掉屠夫，但是剑圣自己在这里先开转，先跑一波，蓝猫没多少蓝了，直接对 A， 蓝猫再滚一下，再一个二撞上去，但剑圣属性非常非常足，一波双杀。这边剑圣能不能走，哎呦感觉很危险，魔棒磕一口还不一定死，还是死了，但是能帮助队友带走蚂蚁，这波你就可以看出属性高的优势了，属性很高，追着砍，而且能撑很长时间，血量足够，1300多的血，攻击力有150多点攻击力，无论是攻速攻击力护甲什么方面他撑的属性足，所以说剑圣就这样，前期多升属性，一定要多升属性。这版本剑圣千万不要走傻狂战，狂战打团战，一个转一个大没了就死了，可能转的途中都有可能被人 A 死，打架能力几乎为零，就是纯刷的。20多分钟以后，最起码你狂战再快，你也得15、6分钟左右做出来。
哎我天 ，NA 掉线了，什么鬼啊？最快你也要15-6分钟做出来，然后等你再刷20分钟分身，你就21-2分钟了。你把剑圣玩成敌法了。如果你真想这么玩，你可以劝你玩敌法，最好不要玩剑圣，浪费他这么前期强力的打架技能。他前期那个转接大都是很强力的打架技能的。这场莫奈他们可能要注定4-5了。你没做好功课，飞龙。少 NA 压力还是挺大的。少 NA 真是压力挺大的。NA 是他们主力节奏点，但是也没办法，只能继续打。李子可以做4-5的，但是不能做5-4的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这边莫奈接着疯狂砍，但是猴子被秒被杀掉，但是剑圣可以继续带线。你看剑圣这攻速护甲方面都很好的，14点的护甲，很高的。这种剑圣敌人也很难第一时间秒掉你，可以打出很好的作用的。下来了肯定做分身，然后分身完了以后补电锤不散失都可以，一般离子还是推荐不散失，高属性配上分身散失属性很足的，团战打架能力是非常强的。这边剑圣感觉有点危险，躲一下小心来了，这剑圣应该是要捐了，走了。剑圣招了一个狼，支配了一个狼，增加自己的攻击力。我这小鱼人丧心病狂了，这狼跑得很快的，我不至于的吧？小鱼人多大仇啊！把恢复 A 了，小鱼人还是迟到恢复，但是被打断了。我操，这个狼好气呀、啊！小鱼人好气，哎呀，可算给 A 了。你这追着千里杀狼，前两天给大家发那个视频里面，怎么说呢？对于那个老虎吃人事件，然后很多人也是积极探讨，然后今天有很多人问说李子你的家乡还有你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，然后李子也是给微信公众号推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因为都是我的家乡啊，然后那天朋友拿无人机然后拍了一段视频，我的发小我最好的哥们儿他拿无人机拍了一段视频，然后我觉得哎我们家乡其实这么一看还是挺美丽的，这边无敌斩很难斩死，现在无敌斩没有眩晕了，不像过去无敌斩能打断 TP 的，很早之前的版本了。现在无敌斩把那0.1秒眩晕改了以后，就打断不了 TP 了。但我觉得无敌斩应该也不能断 TP， 不合理。你这个刀他妈跳上去怎么会能晕呢？是吧？不合理。用篮球著名篮球评论员，这个球不合理，这个技能不合理。NA 连上来了，终于连了，我的哥 NA 现在几级？看一下。关键，哎，猴子要被抓了。NA 现在只有6级，哎，好难打。这边剑圣准备做分身，打钱效率还是挺高的，一直都是经济全场第一。关键时候这种植被怪狼可以加攻击力，然后散尸网怪都能配合剑圣来杀人，然后蓝胖子的怪也可以给剑圣加护甲，总体来说都有很多妙用的。所以说植被大家千万一定要植被记得用，要不这个东西这么贵也不便宜了，然后你再不用这不浪费它的属性吗？蚂蚁过来，剑圣给自己，哎呦，蚂蚁暗灭了，我发育可以啊，前期并不是很顺的蚂蚁，中期补的经济补的很快。小鱼连击刀，莫奈直接 TP， 然后 TP 刀上路去。哎，这边被抓，但是先生光看那边，先把全点了，点哎点不着。好气，点，哎呦，没点着，屠夫这个咬，生与死距离就差了那么1公分，这就很尴尬了，生与死距离就差了那么1公分，行。这边在追着蓝猫，蓝猫没蓝了，
一个炸弹直接炸死，飞机是主导弹的，酱油飞机都是主导弹的。现在飞机，我个人感觉现在飞机天赋适合打酱油。屠夫勾一下，勾到 SF， 准备咬 NA 这边能不能断一下开刺？哎，刺晕两个，但是没用了 ，NA 就死。这一波送了一波团灭，好难。斯拉克对付你自有妙计，小鱼人也是得意的说出这句话。最近 DAC 的比赛也是远在若如都进行中，李子到时候也会给大家直播一些。嗯，你们剑圣干啥呢？哦，剑圣在家里呢，他视角切过去了。猴子再次被抓，五杀四子的前期确实己方前期由于少人，所以说有点僵硬。剑圣先把分身打出来，差一点钱。哎，这边打起来 ，NA 一个刺儿能刺到刺进小鱼吗？这边打屠夫接转，但屠夫很肉啊，屠夫真的肉，我操，这屠夫真的有点肉啊！先炸一棒，先点一下，哎呀，操作一下，别，哎，这个屠夫这个勾有点救人了，救了剑圣一命，把小鱼给勾过去了，很僵硬，32-20，局面还是比较逆风的。夜眼建筑已经雷打不动，夜眼中塔的保质期快到了。分身斧已经做出来了，有了分身以后，下一大件他直接做电锤了。他感觉这一段因为刷了，一般我推荐分身斧之后的选择。一般我推荐分身斧之后的选择是，就是，优势可以做散失来扩大优势，逆风就做电锤刷钱吧。这边剑圣再次过来，但是把猴子给砍死了。很僵，这里剑圣在反身打，但是有冰龙躲一压高，这里剑圣不能再打了，也没转，哎，剑圣死了。这波魔奈太浪了，其实这波明显不能打了，队友都倒光了，局面非常非常逆风。现在主要他们主力打架节奏点 ，NA 现在是太穷了 ，SF 好像非要被勾，哎，崩的一塌糊涂。先走一步，哎，这场比赛感觉眼方博主特别好打了。下一期打算做一期拒绝者，最近很多人表示，哎，我靠，先看别人，看蓝猫了。下一期打算做一期拒绝者，最近很多人有点想拒绝者了，说李子最近你好像拒绝者是不是做的有点少？哦，然后马上给大家做一期拒绝者。上一期人家说李子不是给拒绝者增加曝光率的，是拿黑拒绝者。猴子这边开大。但是能秒掉小鱼人应该是开场，哎，小鱼人这让他跑了，你敢信？一丝儿血的小鱼人让他跑路了。剑圣 TP 过来，准备干这波。剑圣这波有大的想追出去，但是冰龙有跳刀，直接卵秀飞。哎，其实有时候优势的一方酱油就是很秀的。为什么优势一方酱油都是很秀的啊？我天，这波！直接要不行就开大，然后但是效果并不是特别好。蓝猫 NA 这个双杀很关键，结果剑圣加血棒提供了很多输出，这波打赢双杀。哎，这里屠夫没办法没打断了，猴子棒子以及飞机的导弹都用过了，飞机导弹刚才也来不及打断，剑圣也没打断。这波打算做电锤带线，优势做散失，逆风做电锤刷钱，切记。而剑圣是一个带线相对来说很安全，毕竟有一个魔眼 TP。但是对面都是兽王那样的，那真的没办法。兽王有老鹰可以完克你，都是兽王那样的，真没法玩。你为什么要老把你自己的？有些朋友问的那个问题就是，老把自己想成地狱级难度。你就有的人问我说，李子对面有光法，就是有光法，有小强，
然后那个还有什么，反正我记不太清了。对，有光法，有小强，有血魔。我这个伐木机我应该怎么打？我操我的哥，我说你这个阵容，对面这个阵容你拿伐木机很僵的，就什么，我是个 DK， 然后对面什么小强、幽鬼加蓝猫，我怎么打？我操，你这种问题问的真的李子没法回答你，打不了，我只能跟你这么说。拿阵容的时候尽量看一下对面阵容，不说咱不说拿一个完爆对面的吧，但你起码不能拿一个被对面完爆的是吧？每个英雄都有他的优点跟缺点，你也不要太抬杠了。你比如说嘛，对面剑圣比较怕什么？剑圣比较怕拍拍，拍拍真是剑圣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对手，剑圣很讨厌拍拍的，剑圣很烦拍拍，懂都懂，尤其是中单剑圣，基本上打被拍拍打爆。摩奈这边看他下一大件选择什么，他先看了影魔装备，引刀加魔龙枪，然后下一大件准备做 BKB。 而剑圣这边电锤好了，准备做大电，然后增快自己刷钱效率。剑圣由于现在不出狂战了，所以说是需要一定的做一个能带线的装备，大电锤是绝对很好的道具。像狂战过去只适合带线然后刷钱，但是现在大电锤的增强版大电锤就是可以适合一些团战，就是不是团战，适合一些正面能力比较强的队友，就是英雄。哎，这边莫奈有点激进嘛，能斩出来吗？哎，斩不出来了。哎，太激进了，这边莫奈太激进了。你们现在打的跟优势一样，影魔这个大招摇来可以，能秒掉毒，能秒冰龙，屠夫推走，把冰龙直接选择买活。这是正面怎么办？正面怎么办？要上高了，人家。哎，这感觉要上高了。先放一本 TP 吧，屠夫秒了，然后赶紧就是先开打房，然后赶紧 TP 过来守一下这波。猴子跳上来，一个坐，但是打不死，猴子自己还有危险。哎，这波猴子应该上，应该等等队友。点拳，哇，猴子还挺肉的。NA 这边插一下，猴子选择买活，就是莫奈没买活，只能先跑。大电锤剑圣谁最早开发出来？是有一场 NP 跟 Wings 的一场比赛 ，Shadow 开发出来的。那场比赛蚂蚁在这边 ，Shadow 开发出来的，性价比奇高无比。其实你别说这 NA 虽然掉线了一段时间，但是操作很合理。这边能杀 NA 记手工，这个 NA 表现很好的。你看他控制蚂蚁这一套。先晕，然后配合大圣接插，然后再靠刺弹晕，然后直接秒杀，还是技能释放非常合理，能看出这 NA 只是掉线了，所以导致他前期比较那么难。如果这个会玩的 NA 在这边 ，NA 一个人就能带起打架节奏的 ，NA 是很强大的带节奏高手。这版本 NA 挺强的，因为这版本是一个偏干偏打架的，所以很强的 ，NA 这版本挺厉害的。真的挺厉害的，谁玩谁知道。前回中塔已经生锈，剑圣接着刷，摩奈准备走大殿，七杀六死五助攻。出电锤这英雄，就是出电锤这个道具有什么好处？就哪怕前期你崩了一点，但中期你绝对能刷起来的，很厉害的。这个道具真的是非常非常强的，很强力，谁用谁知道。双倍，这边紫苑分身能解砖吗？可以分身解了，还行。这边开转，直接转死冰龙。哎，但冰龙这个回血有点厉害，转死冰龙还是转死了。这边断一手，剑圣手里还有大，可以打。下水棒先回一波粉，但是没有用。这边小鱼在切飞机 ，NA 一个叉，哎呦漂亮！这波总体来说 NA 表现很出色，人我就想到这队友评论了。看了李子做的莫奈剑圣，我想玩 NA 了。这场 NA 挺亮的，尤其这场比赛为什么 NA 我觉得他挺亮的，他没有装备也没有等级，己方大哥普遍就是对面的人平均等级在十到十二级左右， NA 只有六级，他这段时间把自己等级跟经济都补上来点了。你看 NA 现在已经有16级了，这几波的打都挺好的。
可以说继续投攻。哎，这边接着无敌斩，斩屠夫，直接屠夫把蓝猫也斩过来，直接转死屠夫。哎，屠夫自杀了，好僵。马上就要好了，大电锤，有大电锤以后，剑圣在团战中能打出作用就非常非常大了。剑圣这英雄就是前期崩一点没关系，这英雄能打架，打架一般都能拿到人头，虽然不一定能活下来，但是只要你活下来一波，一到两波收割一两波就起来了，所以说是一个特别不吃队友的 C， 真的好用，谁用谁知道，非常非常不吃队友，而且不是没有什么特别惧怕的英雄天敌。我刚才李子说拍拍也只是不太好打，但也不是至于碰到对面拍拍我就没法玩，所以说这英雄无论是对面阵容还是己方阵容都很合适的，很强的这英雄，很好用，上分利器，推荐大家可以练一练。而讲道理他也是一个上手难度真的不算高的英雄，上手难度很低，起码玩几把你就能玩熟，上手难度真的一点都不高，很好用。这边直接磕波拳，然后下一代这打算做蝴蝶，有大电以后就是做蝴蝶或者大晕，都是后面接蝴蝶大晕都是性价比很好的，都是很适合剑圣的装备。对面小鱼蚂蚁蓝猫三盒都很肥， SF 应该是 BKB 快好了，应该已经好了一万多金金猫都可以。这边大电砍完全不虚，小鱼人砍不过的，这边开转直接有阵眼，小鱼人直接被 A 刺到一套秒掉，剑圣这边没大，但是有加血棒，你看操纵一下加血棒，团战中一定要操纵加血棒，这边天文王能打赢，就是燕眼王能打赢，毕竟抽口蓝猫没蓝了，跳过来有个减速插起来一刀被王奶拿下，这边还敢勾，屠夫这再勾有点作了，这个无敌斩没斩好，不过没关系，可以接着追，接着移动速度还挺快的，但是小强好像有点追不太上，有控制，哎呦，这里石头扔一下，这就是再滚一下，直接秒掉。猴子开大来赶人，然后剑圣接着来拆。蓝猫快活，但是剑圣有 F， 完全不去蓝猫了。啊！哎呦，蓝猫这一波很僵，蓝猫这一波有点僵，但自身血量不是很健康。有加血棒，对面不太好点钱吧？杀蚂蚁，哎呦，蚂蚁直接被秒，感觉是要一波了。摩奈现在有最大提高就是什么，他打路人还需要更加谨慎，在比赛中也展现了这点问题，有时候过于上头，因为毕竟年轻嘛，年纪很小，有美好的未来，我个人感觉将来如果在老肥羊拿不到成绩，应该会被一些豪门战队挖走。哦，影魔没有直接带你，就是直接 BKB， 而先做带你刀。BKB 做这么早，我也不太喜欢 BKB 做那么早，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没办法，他就需要装备。NA 这波感觉要被小人单提了，插，我可以啊 ，NA 这波，我一个抽蓝不错，猴子跳过来一棍子，但好像没晕到小鱼，小鱼往下面跑，那对杀不掉。这 NA 操作真的挺亮的 ，NA 打得好。哎呦，这 NA 大风大浪都翻过来了，被小鱼在阴沟里面怼飞了。你看有大电锤在线效率多么夸张，下单要做蝴蝶，令人惊奇。蝴蝶也好，蝴蝶完了以后就要做冰眼。其实我个人感觉，剑圣大晕的性价比是要比冰眼高的。我比较推荐大家做大晕 ，B
冰眼主要的有点贵，虽然成属性，但是确实我感觉不如大云好用。哎，最近过年大家是不是感觉过年越来越没年味儿，天天抱手机。这边打小鱼人引刀走，但是没有粉。跟着导弹走，但是小鱼人跑得很快呀。哎呦，这，哎呀C 掉，但是直接被剑圣砍死。我这输出蛮高的了，有大便有蝴蝶有输出就真的高了。哎呦，屠飞和蚂蚁轻松击杀了猴子。猴子刚才其实应该走了，猴子有点妖了。这边直接配合 NA 击杀了蚂蚁。接着你看大便锤有正面能力确实很强，过去最早那时候我记得那场比赛打 NB 那场比赛就是那谁，然后傻豆就是他一直在剑圣一直在疯狂刷，很逆风那场局，我那时候觉得剑圣的英雄打到后面真的靠刷钱能压死对面吗？结果他做了大便锤以后，我感觉哎这个中立一般般吧，就都一在团战中一打效果确实爆炸。这边摩奈加点吧，跟我完全不一样。像第一层一般我都推荐大家点一点150点生命值，这个因为剑圣过去都是三皇对点，现在我个人感觉150点生命值比24点攻击力更加重要，但是摩奈可能觉得24点攻击力重要吧。然后后面的天赋基本没什么争议了，然后就是加20的攻击速度，以及加上就是加8点全属性，然后最后一层点2加20点敏捷，这个性价比是挺高的。当然剑圣风暴加175点伤害其实粒子认为没有什么太大作用，说不好听了，没有什么太大作用，反正我打的时候真的没感觉出有什么作用，可能是我比较愚吧，比较菜，就是逗逼的言论大家听听就好。一会儿让我们来看看莫奈是怎么点的，个人感觉还是20点敏捷更加好一点。盯住插鞋接技能，哎呦剑圣输出真是高啊。这版本现在有储藏，就是有储藏栏多三个格子，真的让一些英雄能特别特别舒服。现在离子过去有时候离子一些比较缺格子英雄，离子就不太爱出很多小件，现在都好都舍得出，因为格子多了，不像过去得常备一个格子带 TP， 你要说你不带 TP 那么有点坑啊我的哥。跳到树上来，接着推塔，然后现在经济应该已经差不多了，已经持平了，剑圣经济已经领先非常多，你看都能有大电有的经济一路接沉。你说他前期顺吗？其实前期真的不算肥的，只是这英雄确实是适合，就是确实是适合当前版本，刷得很快，一般刷到后期你有大电锤以后刷刷团战，只要别老死，不是碾压团，刷刷装备就领先大哥对面大哥的人很多了。SF 开出 BKB， 但是摩奈不太敢上一个大招，微光披风这边还是先回来把 SF 卖了。SF 一身的力气，但是没用。先把冰眼做了可以。大哥现在想打个满活吧，
这边你看砍小鱼已经非常非常疼了，小鱼有点扛不住了，跳过来给一棍子，哎，但是被解了，这肯定被 C 了，没用了。你看这刷钱效率不谈了，很夸张。所以说现在这把远大殿的效果真的是完爆过去的狂战，极度推荐大家走大殿，尽量不要再走狂战。希望李子做完这个视频以后，望天梯再没有狂战剑圣，真的没什么用。狂战剑圣，李子在这里真是给大家说，真的没什么用。这版本节奏比上版本快太多了，剑圣不打架，不像上版本先刷个狂战出来，我再干30年。像过去版本刷狂战节奏是什么？就是我刷一波，有大我去打，没大我就刷，然后刷狂战，那时候节奏比较慢。现在大家会抓紧这空档的，而剑圣那时候哪怕你出的是狂战，就是哪怕你。你就算去了，也就是一个大阶转的伤害，不太可能能砍出普通的狂战。你一没攻速，二没属性，凭什么追着人砍吗？像这种剑圣可以追着人砍，很凶的。这波剑圣下大招要做大晕，换支配就行。对面一直在带线，哎，怎么又暂停游戏了？什么鬼啊？哦，飞机又掉了。哦，对面不等。哎，这个有点没素质啊！你妈不等。恩A愤怒了，妈刚才都不等老子，这次又不等人，不等没必要，太小气了。啊，这不已经连上来了吗？哎，蚂蚁这边要拆一路了。哎，没点掉，还是点掉了。哎呦，好像貌似被小鱼给偷了鸡。大晕点上，但是好像来杀不掉。金光马有了一棍子能吸不少血呢。哎呀，但是还猴子能不能撑住？这边猴子开始 VKB， 剑圣先过来，有希望打不动猴子。冰龙这个大没必要，剑圣过来了，直接无敌斩。哎，这个直接无敌斩有点没必要吧？这边剑圣接着开转，但是。打小鱼，哇，小鱼有点扛不住，这边再打屠夫，属性非常非常足，装备碾压很多，这真是剑圣撸赢了。小鱼打不过剑圣，啊，打不过，直接被剑圣砍死。冰龙也不是对手，直接刚死一遍，这就是那种战撸型剑圣。为什么李子这几期做的都是那个李子？人肯定有人问，李子不是战撸剑圣就是战撸影魔，妈天天教人战撸。哎，不是因为我教你们战撸，这种战撸傻，不需要什么操作。直接 A 上去就好，你看莫奈这波团战打得好吗？其实他妈打挺瞎的，真的挺瞎的，兵都不清，他妈当一堆兵，他妈上去直接了一个无敌斩，然后直接就战撸，然后撸死一片，就这么简单，红血撸满血，就这么霸气。所以说这种剑圣真的是比较傻，不太需要操作，极度推荐上分的选择，大家可以试试，好用了你来李子，你来回来给李子点个赞，要不好用了，你可以来喷两句李子，好吧，可以试试。因为李子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，真的好用，傻厉害傻厉害的，就是那种不太需要动脑子，刷打团战中，砍两刀，你要只要感觉自己快被控了，就开大或开转，直接开完了以后大云锤点上再接着 A 就行了，属性非常非常足，这剑圣，你看他血量很多的，你看这剑圣有多少血，2700的血，挺多的了，然后最后一层。他选择加175点剑刃风暴的每秒伤害，初始是你看初始伤害是，哎，他现在这个是加了一秒钟330的伤害，他感觉这个性价比比较高，但其实李子感觉20点敏捷也可以，剑刃直接开转，看这还是转不疼人，真的不知道有什么用，我感觉敏捷好，哎，斩到绿罩上了，直接追着砍，哎呀，这够不着了，好气！哎，穿越地形就是牛逼，但是这边小鱼怎么想起跟剑圣对砍了？这是现在没人砍得过剑圣，大内锤一套，无敌的一笔，直接冰龙买活，准备来跟他们拼，但我感觉一眼方这波得走，毕竟蚂蚁现在已经踢过来。先飞鞋，哎，剑圣先回去，但是蚂蚁就说，哎，这里直接撸蚂蚁，蚂蚁撸不过，有大晕的吗？大晕小晕，他现在没大晕，直接给一把，哎呀，直接被蚂蚁直接被砍死，
满眼满活，就不难抓虫子了。退休金没有，感觉影魔要捐啊！飞机影魔，飞机快跑了！有蓝猫，影魔肯定是救不了的。BKB 反打，但是那边人很多的，别打了，两大哥都不在，猴子跟剑圣都不在。其实这场比赛我就告诉你，你说剑圣选就是打得厉害吗？其实真的一般，一些操作失误都挺多的，但是确实是展现了剑圣非常暴力的一面。李子一个是想夸一波莫奈，就是莫奈现在表现真的是蛮出色的，然后顺便再来看看这种剑圣应该怎么打。这波莫奈下大招做大晕，44分钟，大晕锤。TP 过来，这怎么野怪打都有暴击啊？学姐，直接点。剑圣自从做出大剑剑锤以后，永不可挡。哎，这边再被小鱼人拿掉盾。这场蚂蚁的带线有点烦的，说实话，蚂蚁带线真的挺烦，而且蚂蚁也挺肥。这场3万经济的剑圣，大晕锤一点，哎，无敌斩，直接斩死我，变态杀戮。这图是假的，他们一看就知道，被兵一打就知道是假的。蚂蚁是没有满活的，剑圣现在已经3万经济了，就是刷钱能解决一切。小鱼人连击刀、引刀、大引刀、BKB。小鱼出相位刀还真的挺少见的，相位小鱼蛮少见的，永不可当的剑圣啊！疯狂的砍，看着攻速。如果他加那个天赋会更加厉害，就是加20点敏捷那天赋。先把这路砍了再说，别被大，哎，剑圣，哎呦，小强直接被拍死，大小强，飞鞋过来，飞机直接被杀，但是莫奈赶紧回来，准备来打蓝猫，有，哎呦，我靠，欧洲人啊，这不是大晕吗？小晕一刀就砍晕了。欧洲人跳树 TP 能走吧，应该是有希望能走，希望看见了，哎呦，猴子机智走了。摩奈这波要更新一个大晕锤乙好，还有2000块钱买活，后面后期补个音乐爆炸，这剑圣已经算是满格毕业了，可以说是，你看后面再补个音乐也就这样了。现在没人砍得过剑圣，现在剑圣真的厉害，现在谁敢跟剑圣对砍？主要经济太好了，33000经济，领先小鱼人13000经济，领先两大件，三大件都快。大电锤，哎呦，大晕给上，但是没粉啊，直接被一棍拍死，这直接被不是大晕，刚才小晕盾直接被打掉。看着金，我操，欧洲人摩奈这边傻砍砍出一片天，粗暴，简单粗暴，暴力刷钱可以解决一切，极度推荐大家拿这个剑圣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极度推荐大家拿这种剑圣来上分，非常非常暴力的，大家可以学习一下。下一期视频 PA， 或者然后就先做个 PA， 然后再找一期撅者的，很多人想看撅者，说我有点想撅者了。撅者有这么多粉丝，说了，说实话，我有点没想到，直接接叉，哎呦，犹豫了，不要 A， 吹风吹起来，这里大晕锤一点，蚂蚁直接被砍死，我靠，暴力，直接被砍死，蚂蚁最后还给他学几的，但没用，直接被剑圣原地正法，34000块钱经济。小鱼可买，但没用。
这边直接无敌斩，斩死一片，揭开转，但是屠夫很肉的。哎，这个磨难也没必要的，先出来。开转接着跑，但是猴子给一棍子，这边弹一下，分身躲一下，接着跑，但容易被攻。哇，躲一下不错，接着跑，跑速很快。大云锤给上，直接对撸，剑圣再次回来砍屠夫，大云直接给，但是屠夫还真嫩肉，一勾，哎呀，没勾到剑圣。直接完成 Holy Shit。 这边分身躲一下，但砍屠夫不明智，屠夫太肉了。这边完全靠一个刷钱解决一切的剑圣来打回了局势，非常非常无敌。这个剑圣也是看到了魔奈新人方面展现了可怕的实力，也是期待他在以后老飞扬比赛中会越打越好。他们这些人才是中国，你要什么拒绝者呀、魔奈生辰啊，他们就是 SCZ 啊、这些阿摩啊、梅比啊，他们这帮人才是中国道的未来，他们才能让中国道继续往前走。你不可能指着老将吃一辈子的，这真是实话。54-53，在前期一直比较被动的情况下，靠一个剑圣打回来了一切。夜野上路兵营发现故障。竟然七秒活，影魔剑经济慢慢刷上来23000经济。虽然剑圣已经大六格带音乐7000多块钱，买先买个音乐再说吧。音乐先一买够了，哇、哦，吃音乐这手速相当可以啊！这吃音乐手速，年轻人手速就是好。这是给我的礼物。有了音乐以后，你可以看一下剑圣，剑圣还没点25级那个24点加20点敏捷那个，你要看一下那个，你就可以看见他。鬼畜的攻击速度，我只能用鬼畜来形容。一会儿你砍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，那真的是鬼畜一般的攻击速度。你看他砍兵，你可以看出来，你看着鬼畜啊，来了。哎，这边冰龙，我靠，直接把恩给拍死了，恩也是惨，直接开转。这边屠夫真的秒不掉，屠夫太肉了。这边分身解，无敌斩，哎，伤害真的爆炸。看这边虽然控制住我，但没用，还是打不动剑圣，直接开转，接着追，大云锤点上。刚才也可以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个细节，砍根本砍不过剑圣，没人能砍过剑圣，这种剑圣傻撸。剑圣刚才还有个细节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剑圣在开 F 的过程中是能使用道具的，也可以使用跳刀的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。还有散尸啊、晕锤啊，都是可以用的，非常不错的。好，比赛做到这里，这场比赛 MVP 毫无疑问是剑圣，剑圣刷了全场最多资源，但也确实打出了最大的最多作用，3-2的就是66的输出，全场最高，毫无疑问 MVP 肯定是莫奈的。好了，比赛做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紫色水离子，我们下期见。